我们要走了。通知创意组的人会议取消了，佳琪案子已经终止了，让我们继续忙我们该忙的吧。好，坐。 这公司应该已经干了5年了吧？也算是我们元老级的员工啊。还记不记得当年怎么这样的意思的？是，是您以2倍的价格把我从原来的小公司挖来的。这几年我可能对你严厉了一点，但应该不差吧？是，我老婆生病的时候，还是您帮忙找的好医生。 是吗？我都不记得了。陆总，这是我的私账。我不知道 Steven 给了你什么好处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人往高处走嘛，我不能说你的选择是错误的，但你要走，我也不能拦你啊。谢谢陆总。 不过，公司还是有规定的，辞呈呢要1个月之前提交，这样方便后面的人工作交接嘛。是，这个我知道。最后一个月，我会努力工作的。之前几年这么辛苦，在最后一个月应该让你轻松一点。我们的蒙面老张啊，请假1个月回老家，你就顶他的班吧。不是，你放心，比你之前的工作轻松多了。 送送快递就好，陆总，我可以回去收拾东西了。我让菲欧娜把你调走另一个送去人事部的。陆总，这我以后在广告圈可就没法做下去了。这个你可以去找 Steven 啊，他应该能帮你的。陆总，您再考虑一下。你要考虑什么？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啊！我。 薪水，还占之前的罚。还有，他后3个月那个补偿金也发给他吧。女王大人，我给你做了咖喱牛腩土豆，来，你不最爱吃土豆了吗？别弄我电脑上，不然我一定让你后悔认输。 你现在后悔认识我都已经来不及了，你马上就要走了，等你去那边你就成孤家寡人了啊！你天天废寝忘食的，连人督促你吃饭都没有，知道吗？要找人烦你都没人烦你，来帮我喂喂你来。啊，乖乖，你说你去那边干嘛呀？啊，又脏又乱的，你看现在。 有多少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儿，比如说我。你呀，嗯，这是我最放得下的了。啊？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操心，光知道操心我的事儿。等到我走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也没人给你出主意，你个傻妞，不知道办多少傻事儿。说说。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
那你再给我出最后一个主意吧。说，就是我特别喜欢一个人，如果我在这段感情上付出了特别特别的多，我能不能得到我想要的结果？感情这个东西，本来就是付出跟回报不对等的。说穿了，就是你付出的东西，只是满足你心里面的需求。至于别人的需求，就算你知道了，也不一定能给。我给，只要他跟我说他想要什么，我什么都可能给他，只要我有。比如放手，能给吗？回办公室拿个文件，自己好好想想。你饭还没吃完呢，你帮我好好吃吧。保持呼吸，不要着急，我在，我一头药。打不开啊！没事。谢谢啊。其实庆功宴那天，我会去现场找你了。我也去找你吧。而且我还碰见了严寒。那晚上我没有跟他在一起。不用再说了，不管是误会也好，错过也好，这都是过去的事，我不想再提。
佳姐的事情不是我不帮你 ，Steven 他在上海呢。是的。我就在楼下看见王博文了。我知道你是因为念旧，想我帮你爸的老朋友，所以佳姐这个案子，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促成的。我没有念旧，我是想帮我爸的老朋友，但这跟我爸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爸把我跟我妈留在这儿，一个人跑了。就算我再念旧，也不是因为他。但是公归公，私归私。虽然马上就要去北京了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帮我把佳姐家花这个案子处理好。能不去北京吗？我处心积虑来到奥里斯，就是为了接近飞天男。原来我爸在董秘这个位置上被飞天男给黑了，他万万想不到，十几年过去了，他居然亲手把林天海的女儿放在了这个位置上。你知不知道，跟你年纪相仿的女孩，其实都刚出社会，懵懵懂懂，挺活泼可爱的，有时候会说说话，还会做做事。你不觉得你比他们辛苦太多了吗？为什么老卡在往事里面，把过去丢掉了？不是我不放弃过去，是过去不愿丢掉我。你知道吗？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我爸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。我每天都在做梦，梦见我们离开的那一天，我妈一直催着我走。就像一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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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挥之不去，一直都是我脑子里面的画面。佳姐那边我可以想办法帮你搞定，我可以让你负责。以你对我的了解，你觉得我会不去吗？你真挺厉害的，你真的是一步一步离的目标越来越近。不管是飞天男，不管是奥里斯，我呢，我们呢，在你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到底排第几位？凭什么一个人去北京？就留个烂摊子给我，凭什么？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，好像不是。我乔安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都是靠我一个人的努力得来的，没有谁陪着我，没有谁跟我一起奋斗打拼，都是我自己。原因是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帮忙，因为我不想欠别人任何的债。不论是钱债还是人情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愿意让你帮忙？如果你觉得这是个烂摊子，你大可以不管。这的确都是我的事情。但是不论你管还是不管，北京我都会去的。我们其实很像。但你真的很不相信我。如果你决定好好去北京，就不要回头。
哎，对了，我有点饿了，你帮我煮碗面吧。都扔了。啊？都扔了？为什么呀？啊？不是，真一包没给我剩。啊？你以后少吃点那些垃圾食品，那料包都是化学合成的，多不健康呀。可乐呢？给扔了。碳酸饮料也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有句话你听说过没有？叫恶人活千年。像我这样的坏蛋，什么碳酸饮料、防腐剂，对我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所以你再给我买点。哪那么多歪理邪说呀？嗯，喝这个。这什么呀？这苏打水对身体好，喝吧。哇，这什么东西这么难喝啊？跟八四消毒液似的啊！太难喝了。你说说，你都多大人了，怎么还玩这些小孩会玩的玩意儿？这都是童年回忆，我要保留童真，你懂不懂？童年回忆就童年回忆呗。这玩这么烂的，咱买点好的不行啊？回头我给你买限量版的大的。吃惯了小白菜，开始怀念泡面了吧？宝贝儿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宝贝儿两个字儿啊，还是留给你真正的老伴儿吧。虽然咱们两个看起来是挺搭的，可是从小大人不是就说，鞋合不合脚要试过才知道，对吧？你那些垃圾食品啊，我都没扔，给你搁那柜子里。吃垃圾食品怎么了？长命百岁还不如一时痛快。行了，你先抱歉啊，谢谢啊，车没油了，慢走不送就不用跟我说了。咱们也算尝试过对方了，发现彼此都不是对方的菜，及时发现，及时改正。以后咱们还是好朋友。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好喜欢你了。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俩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。不是你瞎说什么呢？我跟他……那咱走着瞧，大结局见，拜拜。粘好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继续开工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扔了？凭什么每次都是我来在乎你们的感受呢？你们真的在乎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们把我当朋友了吗？你们是真心真意认为我是你的朋友吗？谁呀？
干嘛？你这人能不总是这么自暴自弃的吗？你话快说，困。唉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跟菲欧娜分手了。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兴趣跟态度都太不一样了，所以觉得还是做朋友比较合适。你好，我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赶紧把你的脸给我收拾干净，然后陪我一起去吃夜宵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两点我来接你，好好收拾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晚上别给我打电话，我这儿不是美国时间。以后别再喝这么多了。
这么好的女朋友，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人家姑娘想想，啊？她不是我女朋友。不是你女朋友，一大早忙前忙后保你出来。年轻人，以后脾气别这么大啊。警察叔叔把你送到这儿，面儿挺大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满世界找你都找不到，派出所就是最后一个选项。那完了，我把保金还给你。行啊。你们以后不用来保我了。因为我想管你啊。去哪儿？回家。哪个家？离你近的那个村。想回楼上你就直接说，我又不是 GPS， 还给你定位，哪个家离我比较近啊？你别跟你好说我好来了。江先生，你预备要隐瞒到什么时候啊？嗯？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？反正这些事儿，他们处理了好了以后就会通知我。他们现在等我，也就是一个形式。什么叫他们安排好了之后通知你？这是你家出事儿，现在公司肯定人心惶惶的，好好给自己打算打算。就算公司现在出事儿了，也指望不上我。是啊，你多洒脱。这完全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失去过。要不让你尝尝看，有朝一日，一夜之间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就找厉害。就算我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也不会像你这样。是啊，你的 IQ 限制了你，不能像我一样。乔安，有件事我就特别纳闷，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择，你非要选择那条最难的。你身边我知道。这么多年辛辛苦苦苛求自己，最后你成功了吗？你得到什么了？啊？啊！你辛苦半天，就是为了让自己众叛亲离、心碎欲绝吗？长本事了吗你？张启飞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个辛苦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我也不知道前面这条路等着我的是黑还是红，但是这条路我选了，我就问心无愧，至少我努力过。我这个人可以接受失败，但是我接受不了自己不努力不争取。我知道这条路很辛苦很难，但是我觉得值得。最起码我是靠我自己的努力，我自己的头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我没靠任何人，我仍然是往前的。我的辛苦你能懂吗？我懂。算了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要去北京。你要去北京了？你去北京干什么呀？你喜欢堵车憋尿的感觉啊？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情开这样的玩笑，就说明你还不是很糟糕吗？我是去做奥里斯的董事长秘书，简单讲就是我升职了。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，北京那地方它风沙大，不好打车，关键是你一南方女孩，你去那儿以后皮肤会干燥，你不适应那种。机会不会因为你皮肤干燥，不会因为堵车，不会因为北京风沙大，它就会自然而然跑到一个舒服的地方。机会稍纵即逝，如果你不抓住它就会跑掉。
生活不会给任何人任性的机会，就算你有钱也不行。我知道你看不上这个机会，但甭管你看得上看不上，这都是我的机会，我必须要牢牢抓住它。那我恭喜你了。谢谢。疼吗？没事。你还会回来吗？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回来，但是不论你在哪里，或者是我在哪里，只要你有任何麻烦、任何困难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回来找你。你还记得吗？10年前你跟隔壁班同学打架，你在我手上写了个僵。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，我永远要站在江启飞背后。我说话算话。你好，你给我起来，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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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这衣服不能压。哇！哎，你拿北京太沉了，你留下来给我试试吧。你可别闹了，香水比你都贵。哎，这个好看，你把这个给我吧。少来，我。别给我脆了啊！倒是挥发的到处都是，多浪费。哎，幸亏没脆，这人都走了，留下香味来折磨。我就是要折磨你，哦，跟着你一辈子。送给你的礼物，是这款呀？不用谢我。我没说我喜欢这个呀，你不是说过吗？每个小女孩都有一个小公主的梦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从小就喜欢芭蕾舞，虽然自己不会跳，但是超级羡慕那些可以穿着芭蕾舞鞋昂首挺胸的女孩。可是这双鞋要好几千块钱呢，太贵了，我还是不要了。就是因为它贵，所以要穿啊，只有你穿上，你才会跟他们一样，昂首挺胸的走过每一个嫉妒你的人。拿着，想起来的时候穿。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以前住过很多人，来来回回。起初这个房子是卫东租的。他被喵喵给拐走了，后来又有了齐飞，他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我连唯一的一个小伙伴都不见了。再就是你，我一直以为你是可以一直和我住下去的人，现在连你也要走了。这么大的房子，以后我都要一个人了。空虚、寂寞、不开心。傻丫头，走，永远都是最简单的，抛弃、逃避。离开都特别简单，留到最后的那个人才是最棒的。
所以你就好好加油，跟这一屋子的蟑螂 PK 一下，看谁先死。你们都要走了，我干嘛自己留下来装坚强呢？你们每个人都在进步，只有我还是那么一无所有，一成不变。生活是充满阳光的，是正能量的，不要负面情绪爆棚。你想想看，就算是你这么没用的人，时间也会提醒你你是向前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实在是闲的没事也没关系，你可以找时间数数你的皱纹，捏你的赘肉，他们都会提醒你你是向前的。还有什么要搬的？啊，这个可以搬了，还有这个。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。恭喜女王升职了，啊，你即将就要拯救地球了。瓶身，我留了一瓶好酒 ，for you。换一个。你好吗？嗯。现在这样，可细可白可滑了。乔安姐，这次去北京，可要在费董面前替我们多美言几句啊！哎呦，咱们加班的方式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乔安，我跟你说，北京可比上海干燥多了。我送你的面膜你一定要用哦，连用三天。是，乔安，你能不能把存在这儿的伙食费给大家分一下啊？就是啊，乔安姐，你这都做董秘了，可不要再亏待自己了。以后有什么好的 case， 记得推荐给我们呀。你们好好工作吧，想太多了啊。你怎么了？真要走啊？当然啦，北京不是你的地盘吗？报你名管不管用啊？不管用。乔安姐，我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，这不是给你家赚钱去吗？必须得去。我主要是怕陆总舍不得你。你放心吧，你陆总说了，我要是走了，他吃着火锅唱着歌送我。吃什么呢？啊，陆总，你再跟乔安姐安排一下后面的收尾工作，我先去忙了。东西收拾好了？差不多了。那我就问一下，确定要陪你吃火锅唱着歌吗？人都要走了，随便开个玩笑，别往心里去。我叫我出租车。不用了，我送你。你确定吗？嗯，好。差点忘了，就送你。你技术不好，得多练习。我选这张。如果你抽到你刚才选的 Queen， 那就表示我不会出卖你。如果你选到刚刚的 King，
代表是我会出卖你。如果你选到了另外一张，那就表示随缘。十分钟之后，楼下见。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暑期最受期待电视剧《幻城》，乐视视频正在热播中。